啊，呢个2005年嘅第26题，咁呢条咧就系都几难嘅一条 geometry 题目。佢就问有几多 pair 先嘅嗱，嗱，咁俾咗 pair 嚟你啦。我哋成日都做咧，就系好明显呢度系其中一 pair 啦。咁呢 pair 就好简单啦，因为 alternate 啦，呢度都系 alternate 啦。好啦，咁就写翻先。就係 A boy E similar to C D E 啊，咁但係跟住點咧？哦，呢兩個係咪 similar 咧？就睇到 congruent 咁樣喎，係嘛？咁點樣做咧？同埋好似睇到好對稱喎，啊呢、這個睇落等腰啦，啊其實咧的而且確咧呢、這個係一個等腰三角形嚟。咁而家咧就證明俾大家睇，當你證明到咧呢個係等腰嘅話咧，咁一切咧都迎刃而解嘅。好啦，咁點樣證明呢個等腰啊？就要用翻咧呢個 similar 啦。假設我當呢兩條邊個 ratio 咧係 A 比 B 咁啊？或者用三比四，你可能容易啲理解。我当三比四先啦，ratio 嚟噶，三比四。咁即系话，如果呢个3K，呢个就4K 啦，ratio 嚟嘅。咁如果你唔中意三比四嘅，你咪当系 A 比 B 咯。咁即系 KA 同埋 KB 啦。咁当然咁样谂就会再难啲谂啦。咁我用三比四先啦，照系啊。呢、这个三同四你可以自己换翻做 A 同 B 都得嘅。咁如果呢度系三同四，三比四嘅话咧，咁你留意咧呢两条都系三比四，就系讲紧如果呢个系三 A，呢个就四 A，咁呢边都系啦，三 B 四 B。咁而佢有一个好重要嘅资料就系呢两个对角线系一样。即系三 A 加四 A 等于三 B 加四 B，所以 A 就等于 B 啊。亦即系话咧，呢、这个系一个等腰三角形嚟，所以呢两条边系一样。同样道理，呢两条边一样，加埋呢个对角，所以我就出到第二 pair 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两个 triangle 咧，就系 congruent。啊，congruent 就一定系 similar 噶，congruent 就。一定 similar，點解啊？因為既然 congruent 咧，佢嗰啲對應角都一樣啦，咁自然都可以用 AAA 去 prove 呢個 similar 啦。好，第二 pair 啦，就係 AE dot congruent to triangle BEC。咁有咗第二 pair 之後咧，其實其他都好容易解嘅。其實仲有兩 pair 啦，就係呢兩個啦。写一写啊，就系 AC dot 啦，同埋呢个嘅 boy dot C 啦，啊，直头系 similar 添，啊，即系直头系 congruent 添啊，呢个都系呢个 congruent。点解 congruent 咧？对角线一样啦，首先 common 晒，然后呢两只角一样噶嘛，因为呢兩條邊係等，因為等腰啊嘛。等腰嘅話，呢兩隻角一樣，所以咧，佢哋就會有一個叫做 S A S，呢邊都係 S A S，OK。咁最尾剩翻咪倒翻轉咯，倒翻轉就係呢個嘅 dot A boy。同埋 D boy A 啊，咁所以就有四 pair 出现。咁其中三 pair 就 congruent，即系如果佢问你几多 pair congruent，你就答三 pair 咯。问你几多 pair similar 就答四 pair 啦。所以答案咧就系 C 嚟嘅。